手持枪于腰部，从搜查对象侧后方向其靠近。三，警察接近搜查对象后，左手用力压住其腰部，右手收枪置于枪套，而后用右脚从里侧勾住嫌疑人的右脚，再将嫌疑人的头扳向左侧，使其双眼直视掩护警察的枪口。搜查警察此时在由上至下对嫌疑人进行挤压式的搜查，搜完右侧后再换位，用左脚勾住嫌疑人的左脚，此时掩护警察应同时换位于右侧，将其头扳向右侧，用同样的动作搜查其左半身。四，搜查完毕后视情况迅速对搜查对象进行上铐，警察用左膝由后顶压嫌疑人的左膝窝，左手翻拧其右手于身后，右手取铐铐住其左手，左手向上提拉铐链，左膝换位顶住其右膝窝，右手翻拧其右手于身后，左手用铐铐住其右手，最后左手向上提拉铐链，右手向下压其右手肘部，迅速压离现场。 B 俯卧式搜查上铐。一，用警械控制嫌疑人的同时，用简单清楚的口令令其做出被搜查姿势，一般令嫌疑人俯贴地面趴下，伸出双臂，掌心翻向上，双腿交叉。二，搜查警察用右膝从右前侧压住嫌疑人肩部和脖子，左脚踩住其右手腕，而后收枪，将其头扳向左侧，再对嫌疑人上半身进行仔细搜查。三，搜查完毕，警察用左手翻拧嫌疑人左手于身后，右手取铐铐住其左手，左手向上提拉铐链，右手翻拧其右手于身后，左手用铐铐住其右手。此时搜查警察再对嫌疑人下半身进行仔细搜查。三，搜查完毕，警察再抓嫌疑人双臂向上拉起，压离现场。